舒普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，前身是宁波舒普机电科技有限公司，成立于2006年，是一家专业从事智能缝制设备生产、软件研发、智能工厂方案规划与实施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。舒普坚持以研发驱动，坚持自主研发与创新，先后获得国内外知识产权1000余项，其中发明专利126项，软件著作权93项，更是荣获国家级单项冠军企业、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、浙江省博士后工作站、浙江省企业技术中心、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、浙江省工业设计中心、中国轻工业智能缝制成套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荣誉。为打造时尚产业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，舒普旗下设有多个支撑模块，舒普制缝设备、制铅智能工厂、纽新克电机等。舒普制缝设备包含平包系列、锁定套系列、花样机系列、模板机系列、特种机系列及自动化设备等产品。制铅包含潜伏式 AGV、 料箱 AGV、 iBox 吊挂系统等，智能工厂核心仓储物流装备以及 WMS、 MIS 系统等核心信息系统。纽新克包含风机、特种电机等产品。依托自主开发的 CPS、 PLM、 QMS、 WMS、 APS、 MIS 等核心信息系统，完美融合集成了智能控制技术、智能感知技术、图像识别和缝料运动控制技术的物联网智能缝制设备，使得物料与产品具备动态存储、感知、通信能力，通过数据的实时传输共享，实现可视化制程管控和全方位系统监管，达到设备智能化的自管理和自组织，生产柔性化的自监测与自决策，配套先进的智能物流仓储系统，构建高效节能、绿色环保、环境舒适的人性化工厂，持续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。历经十几年的耕耘，舒普从一家只有十几位员工的工厂，发展成为如今数以千计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。自成立以来，舒普坚持秉承专注、创新、诚信、共赢的价值观，形成了舒普人勤恳踏实、精益求精、自我超越的风格。成绩只是起点，未来任重道远。以突破行业生产模式，引领全球时尚产业智能制造新未来，实现员工价值和企业社会价值为使命，舒普将朝着更高的目标奋起腾飞。舒普改变时尚行业生产模式，引领全球时尚产业智能制造新未来。